星啦啦队成员因为甜美外形、火辣身材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代言活动也接不停。今天他也晒出自己出席活动侧拍照，今天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穿上桃红色短版衬衫，上方有着白色雏菊点缀，短版设计让他露出纤细小蛮腰，搭配白色短裙，整个人看起来相当青春有魅力，甜美笑容也融化不少粉丝。但他疑似在活动中因为聊到有趣话题，笑得太开心，有点驼背，而画面也被粉丝捕捉下来，让他的身高比例惨变五五身。好友莫里斯看到后也忍不住提醒他不要驼背，不过大票粉丝看到女生的照片还是纷纷留言大赞，笑容实在太甜啦。